万法因缘生，万法因缘灭。感谢您的聆听，我是顺。太上感应篇说，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人生难免会遇到很多灾祸，但我们要清楚灾祸到底是从何而来。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，都认为人的灾祸其实是自己招来的。什么样的行为会招来灾祸呢？佛法认为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淫酒等等行为都会招来灾祸，而其中最容易招来灾祸的行为就是杀生。大智度论上说，诸罪业中杀业最重，诸功德中放生第一。出家人修读反省，因为仗造根本，苦练淫戒为第一；在家者，自知口欲，多求物命，苦练杀戒为第一。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家人，所以造业最重的就是杀业。因为在家人经常造业杀业，所以才会感遭到各种恶果恶报，所以我们才会遇到不顺和灾祸。当我们遇到灾祸时，可以在心中默念一句话，自然会转危为安，转祸为福。我们可以在心中默念，若佛子以慈心故，请放生也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子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，而杀而食者，即杀我父母，亦杀我故身，一切的水是我先身，一切火风是我本性，故常行放生。当我们默念这句话时，心中就不会再起杀心，就不会得到恶业。这句话出自《梵网经》，意思是说，作为佛弟子，应当发大慈大悲心，经常行放生积德之事，应该经常把一切男子想成是我父亲，一切女子想成是我母亲。如果可以这样去想，把一切六道众生都看作是自己最亲近的人，如果去杀害他们，就如同杀自己的父母。一切的水其实都是我原本的身体，一切风火其实都是我本来之体，所以我们应当常行放生之事。一切众生像是蝼蚁，无不好生而畏死，其临死之时愤怒恐惧湿毒于体内，肝脏厌烈，犹如糖衣之毒药，忍者受者又怎可食之。经典云，杀生食肉者短命多病报，世人应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各位在家人一定要记住，不可杀生，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好，就不会造下太重的恶业。就算生活中会遇到一些不顺，也不会因此招来大的灾祸。一般较大的灾祸都是因为杀生而招来的，只要做到慈心不杀，并在此基础上接着邪淫、偷盗、妄语等恶行，灾祸自然会远离你。当你遇到灾祸时，只有戒掉自己的恶行，好运才会出现。
感恩您的聆听，我是顺子。